先把旁边的清掉。好，影魔回过来。这样子，黑布蓝军跟魔盔互 A。好，战斗哥晚安。这样就要很久了。对，比较快，没错。你是用普通攻击做的，普通攻击砍啊。对啊，因为站着不能 A 了，只要在出完身不在敌人跟伙伴的范围里面啊，他就是只会放普通攻击而已。感谢那个麦当劳的提供，但是对官方来说，这应该是 bug。不知道我的补品够不够。反正我打两次啊。发的细胞会改掉，我也觉得。那我是不是不应该直播示范这个方法？反正等一下这个打完之后，我还会亲自再打一次。因为带黑白蓝军用五绝成功，应该会打蛮快的。可以啊，那个补品这样够。选址神功，五绝神功，可是这样子打法就很无聊。对，没有什么精彩可言。
这样花时间会花蛮久的。这样的确是蛮无聊的。哎，旁边敌人好像不会重生哦。如果再超过画面的话，哇，太累了啦！可以直接修改吗？要赢了，我就是不讲武德，怎么样？哦，还是会重生的，对了 ，OK。那些敌人怎么没有去打我黑白狼军呢？没有，刚刚抓住的时候会重生啊。还是我去看看。不要，快打赢了，先让我打赢。赢了啦，好轻松哦。赢了，想过去看。哎，会重生，会重生，还是会重生。但是他们不会去打黑白蓝军。OK， 结束。这一次，好，顺便讲，第八轮地狱难度3小时06分29秒通关。还是会重生 ，OK。好，这就是魔盔的用那个懒人打法，这是 bug 啦，这算 bug 了啦，在不在画面里面。然后这个方法是那个喜欢吃麦当劳这位 YouTuber 的影片参考他的影片打法的。好。